来这边对面这边好朋友。二年之前，台山县太部客家文化体检，将将在台中将将省辖太部客家族，现在发动正式开始。现场诶，贵宾，安尼好朋友，首先哦，金斌啊，安尼举办那个举办那个将将啊，省长诶，主办人，台中市客家事务委员会安尼刘洪基哈，刘主委，啊，我们的长官指导单位，我们客家委员会何金良何主任，好，我依序哈，安尼。台中市啊，消防局局长高文生高局长，有请我们长官致辞，我们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来何主任啊，何建何主任。太大众哈，安子谁啊？来了安东演的两位同安雄相啊哈。好，首先代表俺客委会利用的主委，感谢台中市客家委员会刘主委，还有所有的工作团队对俺客家文化传承推广的努力啊。今日两位的台湾客家文化馆，俺对今年上开始要用上展示的空间呢，俺来做对其他馆所来做邀请合作。俺意思来讲，俺两位的。为爱全国客家文化展示的今后的平台，啊，因为嘛，群群来做啊，主持人讲的将将来欣赏，啊，因是在对太部的文化，多了位同仁都看到，看到以后呢，伊就会问讲，以前都提供因来东西，因来杀狗，因欣赏，因和平，然后又加方言，还有大人，拢按多好爱水果，好爱蔬菜。全全人人对两位高速公路都可以转四号，一号就到了，差不多二三十分钟了，快点！哎，刘主委，我爱勉励。对了对了对了，年外吼，昨日听讲嘞，是在对因台中爱那个太部客家文化嘞，啊，是在哪来？哎，苗栗，啊，来到哎苗栗嘞。啊，所以讲诶，那个国家级诶，台湾客家文化馆啊，来点啦。将将咧台中省上太部客家庄，安尼台山县太部客家文化推荐吼，安尼建材仪式正式来开始了，安尼麻烦啊，安尼在座的前面的贵宾啊，我们的何主任、我们的刘主委，还有我们的、各位长官宾，我们到前面来。啊、台山县太部客家文化推荐，安尼正式。建材女士，正式开始，五、四、三、一、一，向前！啊，掌声鼓励！哇，俺的活动正式开始了。这个部位，俺客家有三文啊，体文、书文、音文，客家有三味啊。俺的风景的味，俺的美食的味，俺客家民情味，客家的三声。生态、生发、生存，等下哈，安好，接落来，入来，文化馆的特展的展区，由我们的志工队队长刘翔山，我们的刘队长搞土编，找观众朋友，你也有机会也可以进来哈。我们的客家的文化的展区在这里，来自台中县石冈乡，带领我们大埔客家的浓浓的客家味。好，我们现在有请我们的长官哈，对的，欢迎来，大埔客家庄安富理事，欢迎大家。